进来。进去。我还有其他病人。
我没事了，好多了。 我看这事儿还是算了吧，张兰这个女人，咱们还是少惹她好。
说什么？你钥匙把蟑螂给拿走了？你那蟑螂万一死活不给你怎么办啊？这个瓶子我必须要拿回来，否则无法救出刘明义。你什么重要的？那你告诉我，那瓶药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行，我豁出去了，这事交给我。晚饭的时候，我把瓶子给你拿回来。你怎么拿？涂长官，涂长官，您少根烟抽呗。有什么呀？又熬烟呀、啊？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不是？哎，想抽烟呢？啊，你小子不是挺会耍的吗？哎，给大家伙耍一个，耍好了，我赏你根烟抽。没问题呀、啊，没问题，小意思呀、啊。老少爷们啊，来来来，停一停，停停。涂长官今儿给小子一张脸，让小子给大家耍一戏法，那没问题。那小子打小没学会什么本事，就学会点变戏法舞的啊！来，这位小姐来借您这个纱巾用一用。哎，大家瞧一瞧啊，这纱巾，这一普通一纱巾，大家大马路上都能买着的。我这戏法呢，就是把这纱巾给它变没了。俗话说这戏法啊，就这样，是吧？我把这纱巾在手里头捅过捅过，给它变没了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一人场，是不是？您看这纱巾在我手里头啊，纱巾一直在我手里头，我给它捅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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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过变过，它就。没了。哎，真好！大伙儿想知道纱巾在哪儿吗？张兰小姐，张兰小姐，张兰小姐，请您抬起手来。大伙儿给点掌声啊！来，请您高抬贵手。哎，她就在这儿。我怎么变那儿去了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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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怎么样，兄弟还行吗？哎，你非得要这药，到底干什么用啊？
上回让你们写的东西都写好了吧？啊，来，都交上来，给我，快点，拿来，拿来，你的，给我，来来来，拿过来。长官，长官，我冤枉啊！长官，我冤枉啊！长官，我冤枉啊！谁冤枉你？长官，我真的冤枉，长官。长官，是你的奶奶！再胡闹，我弄死你！哎，哎，别动，都别动，蹲下！别动，让开！把手给我放下！别乱来！蹲下！别动！让开！蹲下！让开！蹲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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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去喂狗。张小姐，请。
你整个白山国不怕死的多了，你不想去救小猫，我现在就去救。别动。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就是还有点咳。应该没事了，我给你开点药，歇个三五天就会好了。谢谢。对了，张小姐，前两天来我这儿检查，有没有拿走一瓶药水？药水？对，说鼻水。<笑> 王大夫可真会开玩笑，怎么，你丢了瓶药水吗？不好意思，不是我拿的。小雅，带他去拿药。是，谢谢。王大夫，你这儿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犯人，说不定是他们中间谁拿走。 不是，李长官。
王大夫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搜一下108牢房。您的意思是？哦，是，请稍等。为什么拿？拿它做什么？我失眠，需要安眠药。当时你很忙不在，我就自己拿了，结果拿错了，回到房间才发现是收鼻水。你撒谎。没错，没错吧，大夫？赵副市长的确撒谎来着。我是这样，这两天吧，我的鼻炎犯了。赵副市长人特别仗义，他知道我活多没时间，他就说替我去你的拿一瓶。真的，王大夫，帮个忙好吗？我需要这瓶手臂水。你需要它做什么？我已经说了，他鼻炎，他鼻子这几天够了。赵海峰，你什么时候为别人考虑过？你根本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也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，对别人不这样？你对其他人都很好，你经常偷偷给一些犯人药，为什么遇到我就不能通融一下？你就那么恨我吗？对，我就是恨你。我告诉你，张海峰，只要我在白山馆一天，别人都可以，就是你不行。